一大大脑一大大脑一回头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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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悠扬的乐章回荡在太鲁阁峡谷内，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成立迈入30周年，2016峡谷音乐节特别邀请知名音乐家范宗沛、苏命、阿米斯嘎根乐团，加上当地秀林国中合唱团、太平国小合唱团以及葛都桑音乐工作室，期盼透过多元组合为峡谷音乐节增添精彩。我们希望借由音乐让更多的人来借由音乐来了解太鲁阁，来在这个太鲁阁峡谷来享受这个音乐。这次音乐会，当地工作者以及学校参与跨界合作，重新量身制作合唱团曲目，希望呈现独特的族群特色。我们要把我们太鲁阁族的以前文化历史呈现出来，还有歌道，还有它的剧情。那我们其实准备了一些比较是我们太鲁阁族里面的，就是非常描述太鲁阁的美好风景，希望可以借由这一次然后带给观众一个新的体验，展现国家公园与当地族人文化特色。借由音乐会方式，太管处希望民众走进太鲁阁，认识自然保育的重要性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民众10月29号当天可以从新城火车站搭乘免费接驳车，一起参与这场音乐飨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